天这个沸汤运动可干得真热闹，你瞧这两天的报纸全是这个事儿。年岁一年一年的坏，穷的人一天一天穷下去，在这个时代上做人也是活受罪。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可是这两年来的苏杭也不是天堂了。哎，回想到过去的60年当中的事事物物，真叫人不禁沧桑之感呐。年纪老了不中用，咱们用不着伤感喽。你瞧今儿这么好的天气，不光山色，好一片秋景啊。
起的都没有，要快一点的。啊啊啊！是的。快摇快摇。啊。要快一点。年纪大了，摇不动了。摇不动了。老婆，风大得很，还是我来摇吧。好，让他摇吧。哎呀，让他摇好了。哎，哪个？我来，我来。老婆，我有的是气力，还是让我来摇吧。啊，还是让他摇。什么事啊？你回头我说他打死我。
今天一定打那个棒子。你跑，看你跑到哪儿去？我一定要卖你，跑又是没用的。除非你死了，我就不卖你个贱丫头了。啊，怎么了？他要卖我，你很气。好，好，你跑到人家，你早就打个倒了。怎么了？不要你管，过去。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。妹妹回去，妹妹会跑。
老头，老头请坐。有钱没有？哦，你们倒是在这边吃大块肉呢。大伯，这是萝卜，您是知道的，这粮来的生意。谁管你生意不生意呀、啊？租了我的船，借了我的钱，总得还我。哟，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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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养了这么一个好女孩子，还怕没有饭吃吗？对不起您，我们的义气都在这儿了，请你收下吧。好，翻了本，再来跟你算账。得了洋钱，忘了赌城。您不吃饭了吧？哎，天下没有好人了。爸爸，您先睡吧。嗯，总算还有一个大哥，可怜我老头子。早早晚晚的给我来摇船，世界上要是有好人的话，那就算他这样一个人了。阿林，你去吃一点吧，年轻的人不是没有力气的。爸爸，您睡吧。哎，要不是他替我摇这两次，今儿晚上的胳膊又不知道怎么样之疼呢。
寒风。
可没偷你衣裳啊。喏、no, 昨天不见的衣服今天又找到了，你看两个洞也补好了。哎，您当心，这说不定有鬼。胡说。哎，别闹着玩，腰上本呢，别闹玩。
我也要去啊，回来啊。阿林，还有一个。爸爸，已经晚了，不要了。啊、哦！他妈的！哎，先生，坐我的船去好了啊！你给我赶上那个船，啊，快点。快快快！好，先生下船。哎，快点呀！你瞧，那个船走远了。快点摇。
我这回总算没白来。那当然了，只要你请教我，什么事都办得到。现在咱们就去瞧他一下怎么样啊。嗯，不，我还有一个朋友还没回来，我等他一下呢，明儿去吧。那好那好。来来来，老高，再来一杯。怎么，我要走了？今天刚发了工钱，为什么不乐一乐呢？得了，薪水才发了一半，有什么可乐的？来，小梅，压他气吧。我知道老高的事情，有一个要差的姑娘跟他关系好，是不是老高？哦，原来这么回事啊。哦，我说老高住得这么远，他不肯搬家呢。你听他的话，他的话也靠得住，我们也不叫他说黄老六了。哼，你还反而敢说我吗？你问问老三，他也看见过你的那个姑娘，跟你怪有意思的。哎，有是有这么回事，可不是我们高大哥对他怎么样。喂，你是不是在想他？你要是不在这想他，为什么就要走呢？坐下坐下坐下得了。干妈的，你们都在捉弄我是吧？为什么要走？坐下来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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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坐下，有本事坐轮椅吧，坐轮椅吧。哎，开呀，开了开了，玉坟去吧。哎，老头，好久你为什么还不开呀？开了开了开了，马上就开，快点开，马上就开呀，快点开呀，我们太远了，马上就开，快点开呀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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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就开啊。阿林，我们开船吧。嗯。Yes, yes, yes.
么你抓贼，下次不许了，知道吧？是，再来打死你。是。